时候不凹他，什么时候凹他？我们明天都回去了，对不对？是不啦？好，再来，我常常讲一个刘海啊，很多我看到很多设计师剪的刘海哦，就是一条线，有没有？就是一条线，很丑。怎么样没有这一条线？来，第一个看不到的人可以站过来，好。第一个，我会先知道我讲的侧面比例，我会先知道这个东西，所以这个比例我就会把它往前放，这一块的刘海就属于前面的。好，我怎么样知道？我怎么样让顾客知道我的分线，我的什么？如果你是长脸型的人，你分的这个斜海的斜旁分的刘海就不可以太中间，因为它就会变成一条高速公路。如果你是圆脸型的人，你也不可以分中间，因为它就会像一颗圆的西瓜被剖成两半。你必须要分，比如说你是圆脸型的人，你必须要分你的眉峰这个地方斜线上来，它才可以把你圆的那个线条交错掉。如果你是下面国字脸的人，建议你的刘海长度要大概到你的颧骨。通常国字脸的人颧骨都会比较宽一点点，所以这是我剪头发我会去看，所以我每一个顾客走进来的时候，我大概就知道我要剪什么，所以我很不喜欢他们拿书给我看。来，随便我剪了，是吗？是哈，啊，好，由我发挥，找死！竟然说由我发挥，讲讲话、啊，你们可以发问啊！主持人可以请他们发问。有吗？这边有朋友要问问题吗？针对刚才老师说的也好，还是说一些技巧也好，都可以发问问题。我想睡觉了。这边有没有人要发问问题？谁？那我们把机会放、啊、开放给那边，有吗？什么问题都可以问，不要这么安静啊！有吗？这边有人要发问问题吗？欸、把握这机会哦，来，负责带动啊！这么安静，请问每一个人都适合剪刘海吗？每一个人，哎，那个人在哪？这里。要站起来。每一个人都适合剪刘海吗？对，都适合，都适合。每一个人都适合，不管什么脸型。对，但是刘海的厚度跟比例还有层次很重要。嗯，好。对，谢谢。每一个人都适合。对不起哦，我要遮住一下你们哈。谢谢。还有吗？这边。哦，那边哈，可以走过来吗？不好意思哈。来，肩膀较宽的人能剪短发吗？你说什么？肩膀较宽的人可以剪短，但是下面不能太薄，太薄的话你下面又显得更宽。好，谢谢。不会。好，还有吗？第三位朋友，来，把握这个机会哦，可以问问题，有吗？这边有吗？有谁想要问关于头发的这一点知识，还是说你们想要剪怎么样的头发发型？赶快问老师，老师可以尽量回答。有吗？为什么今天大家都很含蓄啊？上一场都很多很多人在发问问题啊。你说什么？有吗？因为我还没下去啊。他们现在在看我剪。这边有吗？有问题要问老师吗？老师，我刚才你有看过我的头皮，我是比较适合选择怎样的产品呢？你是油性头皮啊，油性，你是油性头皮，而且你一定是体质的关系，而不是因为你没洗头或是怎样、哦、你可能熬夜，或者是你可能荷尔蒙有点问题、嗯、因为你的那个酸味，你的油是带有一点点酸的，对、嗯、我建议啦，你可以去看看，我不知道，应该是吧，因为这是一个公共场合，有时候我讲话要对小心一点。怎样？你笑什么？我知道老师在。我讲错了。不，对对对。对嘛，你应该是体内的问题，荷尔蒙的问题，因为它的油味是带酸。真的，你不要以为我在乱闻，我是闻过几百颗头的心得，我还闻过一种很难闻，就是他很喜欢吃油炸的食物，哦，那个味道会让我就是我哈，对，永生难忘，说得好，说得好。周老师
就是 说哪一个产品好像我想第一个你必须要先使用你油性头皮的，但是你应该要注意的是去抽血，去抽血，对，找妇产科抽血查你的荷尔蒙指数，你就会知道你的问题出在哪里。 OK， 有时候是体内，如果你是体内，你们要跟消费者讲体内掉头发分内在跟外在，出油也有分内在跟外在，你们不要乱推荐东西，因为有时候你们乱推荐，它越洗越糟糕，头发越掉越多，所以你不要乱来，这是有根据的。如果它是荷尔蒙的问题，就要请他去抽血，荷尔蒙是可以抽血，不要，比如说男生很多人会掉头发，他也有可能是他荷尔蒙的问题。比如说有些男生他本来是平的，突然他会有一点点好像胸部，也是因为荷尔蒙异常。这个是你们身为发型设计师都应该要知道的，因为很多顾客都会要你们去解决这个问题。哎，我把你剪掉嘞，谢谢老师。不会，谢谢。我建议你去抽血啦。然后呢，你说什么样的产品？我建议你哦，你可以去那个，你可以使用一些头皮的东西，但你可以去那个后面有一个，哎，那个周总的摊位叫什么？城邦那边。Beauty Hill 哦，城邦那边。它有针对头皮的东西，你可以去，而且是有喷的，它有晚上喷的跟白天，晚上喷的是帮你头皮平衡油脂分泌，白天喷的是抑制那个味道，跟你抑制你出油量，对，你可以去看看。好，这边有朋友要问问题吗？我们的主持人在哪？这边。你要问什么？哦，那边有人要问问题哦。啊？什么度数？我就说我剪头发没有几度的。好，我下刀很简单的原因是因为你看哦，他的头最平的最凹的在这里，可是他这里有一块，所以我就这里要最进去，我这里才会蓬啊，因为我一看就知道哦，他这里有一块，他头型算标准，可是他这里有一块是比较凸的。不会啊，我一天剪十几个哎，我一个月有四五百个客人在剪呢，先生，不会，因为这是个经验，你们不要，并不一定要跟我一样啦，可是这只是我剪头发的方式而已，因为我一个客人大概十分钟吧，我大概剪十分钟就完了。好，所以我在讲的是头型啊、脸型、身形、脖子，我讲的不是什么几度几度，我不会角度哎，真的。我真的不会，你叫我讲，我还真的讲不出来，所以你问我，我不知道怎么讲。老师，我这里有一个问题，请问你通常会怎样处理拥有那个自然卷发的发质的客人？你在哪？这里，老师这里，来进来我看，你进来，因为他逆光我看不到你。还有吗？这边还有谁要发问题？有没有人想要发问题？都没有，大家都没有问题哦。我看你在哪？来上台。不用不用不用，你有烫直啊？太直了吧，很像假发哎。自然卷可以烫直，但是不用烫到这么直，直到就是你的头型的脸型一点掩饰都没有，太直了，直到就是，所以你们不要把自然卷客人烫这么直，拜托，很难看。对不起，我不是说你的头发很难看，我说直的头发很难看，对不起，我怕我等下走不出去。谢谢，谢谢这位朋友，谢谢。来，有吗？这边还有人要发问题吗？哦，这边也跟大家报告一下，我们那边进行的 IBE Hairdresser Awards 呢，半决赛就是我们开创组的，已经是结束了这个比赛时间。等一下我们就会公布到底六组朋友有哪五组朋友呢，可以进入后天的决赛圈。给我碰碰水。我已经剪完了，我剪完了。怀疑啊？谁说哈？我今天剪很慢了，你可以问主持人，他看过我剪头发。对啊。我已经剪很慢了。好，然后呢，要教大家用，比如说，你剪好一颗头发，造型产品很重要。
来，一等。你的颜色跟你的肤色不对耶，小姐。我现在帮他做的是蓬度，因为他这个地方我们要让他蓬，所以你只要喷上一点造型产品，用你的手画圆圈，他就起来了，头发就蓬了，你就不用再去吹。这个就是你一个，你身为一个设计师，你怎么样帮顾客节省时间？他，你如果有特别性，他就永远都会找你。有什么？有二零吗？二零没有。然后尤其在这个地区，你们所使用的造型产品不能太油，太油的话，你们出去不到多久，整个头发都会黏住，就会黏在他的那个头皮上面。那为什么我要帮他剪到这个最宽的地方？因为他的下巴特别尖，可是我只要创造他上面的蓬度，然后再把他的脚掩饰起来，他的脸就是会比较小的。再来，我的侧面也可以去创造蓬度，所以他在侧面看、正面看，他不会有比如说扁头，或者是这个地方往前掉，因为他刚刚这边很塌。我们喷完蓬蓬水之后，你只要随便这样抓一抓，而且我剪的，你们刚看我剪刘海很简单，对不对？可是我剪刘海是两边都可以分的。他在讲的是一个区块，没有任何角度，没有什么，对我来讲，剪头发没有角度可言。你太 focus 角度，它会太工整。我是在剪头发的弹性，我不是在剪发型，这是我啦，你们不要学我啦，因为我怕你们那个就是乱来，那个剪不对的话就完了。我已经帮我拿掉，清一下，可以帮我清一下吗？然后比如说。像他的话，颜色我就会建议他改掉，原因是因为这个头发的颜色只会让他的发质看起来更干更燥，我觉得不对。可以吗？好。然后你顺便要教顾客，你这个时候该使用什么样的造型产品，你该怎么去做它，你们所做的每一个动作都是你们的商机，所以也不要说商机，而是说这是你们该做的事情。不要认为你只是剪完头发就不要理他了，也不是。好啦，可以吗？我剪完了，谢谢。好，谢谢你们哦。